以及部落的首席巫师以及我们的非常健康的会场，也会受到所有的所有的禁忌与规范。 传统领袖以及我们萨林波萨传统领袖以及首席巫师马马万包括你，以及我们的班达康奈邱新成先生。好，我们摄影的朋友们，我们尽量远离我们的祭祀团队的现场，谢谢你们。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传统领袖已经像这个非常棒的挂上，它是代表这个由陶土所制作的。 在场的摄影人员，请保持距离，不要太靠近我们的祭台。 在我们首席巫师以及巫师群祭告完了之后呢，我们部落的勇士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祭坛，开始做今天的后续的所有的仪式。 经过我们场中间男祭司抛掷仪式，那目前呢，我们已经跟我们的神灵已经在我们的祭场当中，待会就要开始祈福酒仪式。